本男星山下智久因拥有帅气的外表而深受粉丝们的喜爱，近期他出演了人气影集《经济之国的闯关者》第二季，并在剧中饰演大魔王梅花 K， 全程以全裸造型示人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。该剧导演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透露，当初怕山下智久出演的消息走漏会让观众失去惊喜感，所以请剧组所有人员严加保密。而且山下智久为了全裸戏可说是下了不少功夫，为了这个角色塑造出独一无二的形象。据悉在拍摄期间，山下的身材一直处于最佳状态，他线条完美的肌肉甚至不需要用 CG 加以修饰。导演更提及了山下智久的个性平易近人，但是只要一开始演出梅花 K， 神情就会立刻转变，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都十分害怕，可见他的气场非常吓人呢。